工地上有三个石匠，有人问他们在做什么，第一个石匠说，我在堆石块。第二个石匠边敲边回答，我在砌一座墙。第三个石匠抬头仰望，眼中闪烁着梦想的光芒。他说，我在盖这座城市中最宏伟的建筑。40年来，民丰参与了台湾无数的公共建设，修桥铺路，也打造一栋又一栋的优质住宅。我们想给您的是令人安心的生活环境。民丰实业为您遮风挡雨。西元1978年，民丰在大安溪畔扎根，我们提供全国品质最好的砂石原料作为建设使用，和台湾经济一同成长，发展至今，旗下拥有玉办、砂石、营建、建材、沥青等事业部，满足各个面向的建设需求，从交通建设、能源建设、公共设施、民用商办、民用住宅、休闲建设、沥青工程、民丰无时无刻与您同在。砂石是现代建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，砂石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建筑物的品质。民丰遍访台湾山水，寻找一种让工匠得心应手、让民众安心居住的建筑材料。大安溪砂石成分稳定，形状圆满，结构强，是台湾建筑工程的首选建材。民丰以大安砂石为基础，研发出满足各种需求的技术，像是防水、隔热、抗裂，并应用于砂浆、瓷砖等建材产品上。上好牌及坦克砖是民丰实业的两大品牌。上好牌专营泥塑工程所需的砂浆、土膏料、地坪料、填缝剂、粘着剂等，是全国唯一拥有砂石厂的砂浆生产厂，品质优良，易于存放，深受建筑业界肯定。坦克砖生产营造用的地砖、围墙砖、植草砖、空心砖，使用范围十分广泛，在公共设施、一般建案，坦克砖的应用随处可见。我们的用心守护着您的生活周遭。民丰致力于研发创新，更好的品质与更高的效率是我们数十年来努力不懈的。我们的研发概念与精确技术屡获建材专业品质肯定。为了追求品质，精益求精，我们不断投入资金，增设各项专业先进的生产设备，也不惜成本研发产品新的可能性，追求开创建材的新局。面对新时代的挑战，民丰将持续前进的脚步，以更环保、更在地、更具文化的成熟面貌与您并肩，扎根台湾，继续为您遮风挡雨。未来的路，我们一起打造。